这一块啊，就是那个整个基地2000多坪的基地，现在正在施工。然后它的对面，看到这一栋一栋，这个就是之前国宅。然后你看到这个基地的旁边这个盖钢骨结构的这个，这个是新市场。以后它这个就是高雄市，全高雄市最大的市场，就在这边，就在这一栋东京都的隔壁而已。然后这栋新市场的对面是旧市场，旧市场以后拆掉是要当停车，我那个公有的停车啊，这边整以后整个规划。然后你看这个东京都啊，它是目前这个从化区里面第一栋先盖起来的大楼。然后据说，我据那小道消息讲说，它是现在已经预售屋嘛，它就是盖好，就是一坪大概30几万。如果有看屋的话，可能就是看他们售屋小姐就会跟我们讲。那这个如果高楼层的话，你看到往这个菜市场这个方向，它如果是高楼层，10几层楼以上的话，它天气好，就是可以看到屏东的北大武山，那个风景很美。然后它的右边，往右边的话呢，高楼层的话就是高雄市区，可以看到85层楼或50层楼的方向。那如果说国庆烟火在高雄的话，在这个顶楼就都可以看到放烟火，其实是地区不错的。